玫瑰玫瑰最娇美，玫瑰玫瑰最艳丽，我就是象征爱情的美丽女神玫瑰花，也是养生和喷治药膳的上好食材。用我的花瓣提取而得的精油，令多少白富美趋之若鹜。香茅醇、橙花醇、丁香油醇等成分具有理气解郁、和血散瘀的功效。每年四到六月，花农会将含苞待放的我采摘后，用文火迅速烘干，制成芳香浓郁的玫瑰花干，堪称花茶中的极品。红枣枸杞玫瑰花茶，大红枣三颗，枸杞二十颗洗净，与干玫瑰五朵一起放入杯中，盖上盖子闷泡十分钟即可饮用，有改善血液循环、调节内分泌、益气补血、祛斑挑筋的作用。